速砍两刀，这招会超快连砍两刀，建议用垫步去多。如果用完美弹反，第二下会肾虚，无法招交。转阶段招式，当他进入二阶段，会先推开玩家使用落雷，然后他会接个跳劈，用走位躲开就好。雷电三连砍，二阶段通常砍两到三刀，会砍三刀比较少见。他平常都砍两刀，不用太担心。Look。That's not an ordinary enemy. Adam, get back. 一开始他会先交叉砍，然后用蓝光技能，看到蓝光 0.5 秒后就能按下圈圈咯。Dino 被这只调教了十几次，难度很有魂味，地图设计感觉也有，很多宝箱都不好找，看来跟银高学很多，应该是必买。